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这个礼拜我们要推出香港反送中的特别报道。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不止引起国际媒体大幅报道，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也透过以年轻人为主的反送中运动，赤裸裸呈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真实结果。跟过去几波大型群众运动不同的是，这次反送中运动有很多新的模式与记录，甚至发生前所未有的憾事。不止参与人数累计达300多万人次，也开启了香港社运 2.0 的新模式。除了没有大台领导，完全靠网络平行动员，甚至运用手语取代语言的传递讯息，还奉行水的运动哲学，也就是像水一般的流动，要进大家像洪水一般一涌而至，要退则像潮水一样一下子就消散，既柔软又刚强。全球都看到香港的年轻人是如何以无畏无惧抱定可能被捕甚至殉道的决心一直坚持下来。从六月到现在，因为港府没有撤回逃犯条例，也没有回应收回612暴动定性的诉求，游行活动在香港是遍地开花，几乎周周没有中断。警民冲突也在新界上水还有沙田示威游行中不断上演，到现在还找不到双方的终止点。独立特派员的记者李琼月、张世龙第一手观察这个深刻影响香港人还有香港前途的反送中运动。4条年轻生命以殉道反送中，驻警政府觉得这一条生命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提吗？他这是因为你们才死掉啊。超过150枚催泪弹、20几发布袋弹、橡胶子弹，2次清场。港府跟北京把香港一整个年轻世代变成异议分子。比我还年轻的，其实当他们面对催泪弹还有橡胶子弹的时候，他们还努力坚持下去，在街头抗议，已经说明了其实北京的压迫越大，我们的反抗力量就会更加大。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7月1号这一天，港版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会3小时，发表新中宣言。问我来说，我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话，感觉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民主。从609、616到701，超过300万人次走上街头，70%的年轻人为香港而战，他们害怕什么？又想夺回什么？我想最害怕应该是失去香港吧。这一次的条例呢，是绝对是会，把这个断送了香港的这个前程，或者是断送了香港过去以来的一个优势。这一次我看见很多年轻人在网上都说这是一个终局之战，就是如果这一次再失败的话，香港就可能完蛋了。从331开始，只有1.2万人上街，到42813万，609103万，616再翻倍，增加到200万人的反送中运动，手游族人数前所未见。以90后世代为核心的反送中运动，他们不只为了守护香港，也为了救自己。我自己对政治是比较没有那么留意的，之前。然后我也是因为今次这个逃犯条例，我才认识到原来这个条例是多么严重，我才就是要是时候要站出来。他那个逃犯条例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
中央不同意的事，那我们就会被送回内地，你知道吗？然后原本那已经不是香港原本的民主了。立法会是位区紧邻政府总部，不少十几岁的中学生下课后就结伴来这里支持反送中。正在留下意见的陈同学用帽子跟口罩遮住四分之三的脸，小心确认我们的身份。哦，公事我知道。好的，你需要确认一下我们的身份才敢，是不是？比较安全。为什么？就是怕那个大陆的什么。那就是通过以后，那个大陆的法律就会 apply 到这个香港来，所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万一就是拍到我的什么特征，然后就会被发现我曾经来到这里，就是捍卫公益，然后就会被抓上去，就是内地。九七以后出生的他们，过去参加游行表达不同意见跟呼吸一样自然，现在担心被拍照，多数人都戴上口罩，连使用网络社群媒体也小心翼翼。为什么逃犯条例让年轻人变成惊弓之鸟？其实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用，就是没有 PO 了，但是我有那个把那些连接全存起来。我们就是因为上一代已经帮我们决定，所以我们没办法选择，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国两制里面去尽力去争取。你在这几次抗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如果有人拍照的话，就哎不要拍照这样子，不要拍照，因为这个是吸收2016年的时候就旺角的骚乱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在现场被拍照。然后就说他参与了暴动，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反送中第一波以罢课、罢工、罢市为主。6月21日，在香港十所大学学生会再升级，发起不合作运动。反之，港府没有在20日回应学生会提出的4点诉求。香港大学校园也挂上反送中布条。9点过后，示威区天马公园一带都是年轻人，还有人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因为我看到，因为我6月12号，我很多朋友都在街头上，然后他们也受到警察攻击，我觉得这种暴力是很不公平。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都戴口罩、戴帽子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白色恐怖。你不撤，我就不退。虽然政府总部已不开放反制包围行动，但是年轻人透过网络互传，正等待下一步的行动。天美道路旁摆着矿泉水，还有简易药包，方便取用。酒后，大家非常有默契地往下雀道方向移动，再兵分两路转往税务大楼跟警察总部。来，开枪做埋单先，你唔够人啊，唔好带错唔该。我们呢，就是想增加这个政府的管制成本，还有就是向他施压，所以呢，就有这些不合作的运动。就是想包围这个政总啊，之后呢就演变成了这个群众的自发的行动，就变成了包围这个警察总部，还有就是占领不同的政府的部门。的抗争很明显是没有搭台的，所以没有搭台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组织在领导整个运动。现在的所谓大台是由网络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联登的论坛，还有 Telegram 去做的很多，比如说那些策略啊，怎么去 coordinate， 怎么去配合，都是从那些网络的工具去做的。这一次的运动是其实是全都是年轻人自己分享出去，然后就可以更多人出来，就是透过自己的朋友。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也是看那个 forum， 然后他就说几多点会有什么运动，会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我们都是朋友照顾朋友什么的。万名的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要求撤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学生市民，追究警察在609到612期间的滥权行动。永不屈服四个大字就贴在外墙。包围警总，包围警总，龙威冲落来，龙威冲来。从6月9号开始的这一波六月的运动呢，就香港中文大学呢是总共有5位同学是被捕的，那然后就现在为止呢就没有这检控的这个案件，就反而是其他大学呢是有一些同学是被控这个暴动的。最近5年就是雨伞之后，有当然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一直都不甘心啊，另外就是这几年的香港很多在自由啊自治上面法治上面的变化来得比较快。这样的情况好像变坏得非常快，所以这一次有比较多的年轻人就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危机感，就是觉得如果这一次送中通过的话，对香港的破坏就一国两制就已经是就完全没有了。台湾之前的一些不论是太阳化学运啊什么东西，我觉得他们都很努力的去有一些行动去抵抗中国大陆的一些入侵，我觉得就是这场运动还持续的进行中，这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就是说我们会留到什么时候。不过我觉得就是如这个字句所说，就是不撤不散，就是我们不撤回这条条例，就是我们不会散去的。为国家的富强康盛，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7月1号这一天，港府庆祝活动一切照常。下午2点多，准备从维园出发的七一大游行还没有开始，攻占立法会的计划已经推进。聚集在立法会外的示威者，有人开始用铁笼车试图撞开玻璃门，警察则释放胡椒喷雾驱离，双方对峙大约8小时后，晚上示威者敲破一侧大门的玻璃，紧接着撬开铁卷门，成功进入立法会占满大厅，接近9点占领属于香港市民的议事厅，高举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旗帜，发表金钟宣言，为反送中运动再写下新的一页。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有3个年轻人为此殉道，我哋仍然系好心系呢个我哋嘅家园，我哋付出我哋嘅肉体，其实都系想守护我哋呢个屋企。我哋唔愿意再有一个嘅抗争者为香港嘅民主、为自由再添亡魂。希望大眾社會嘅團結一致，對抗惡法，對抗暴政，共同守護香港。當初我們100萬人來，政府沒有回應我們；200萬人沒有回應我們，一直都沒有回應我們。今天我們來了，我希望他們會回應我們的年輕人。就在要留要撤還沒有決定之際，25歲的梁繼平站在桌子上拉下口罩，向现场的参与者喊话，强调这次不能再输。呢一刻嗰啲唔系玩快闪，因为占领立法会系一世嘅，有一次嘅机会，我哋冇得再翻船，我哋真系冇得再输。我哋今日翻到去立法会，已经香港冇事啦。完全唔尊重我哋咁样付出，白白浪费，我哋真系冇得再输。占领当天已经有4人写好遗书，做好被捕的决心。他们不走，我们都不走。
女学生跟着大家再折回议事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四人带走。当中会你看到很多是年轻人的，他们可能是十几岁或者十八岁二十二岁这中间大学生，然后他们还没有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没有投过票，所以不知道自己的所谓政治光谱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抗议是很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示威者继续向后退，慢慢向后退。示威者撤离之后，警方又展开一波强势清场。So I reiterate here,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针对持续一个月的抗争，七月九号，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愿意跟年轻人对话。由于港府还是没有具体回应反送中、撤回暴动定性等诉求，抗争一时难以止息。我觉得他整个事件上面的处理已经，我觉得是失去一代年轻人、一两个世代的年轻人的信任，而且短期之内我也看不到他会有一个非常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上面的改革，所以我可以看到继续来说年轻人来的一波一波的抗争会是越来越厉害。头盔、护目镜、保鲜膜还有口罩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基本配备。政府总部的指示路牌被贴上学生没有暴动，中信桥、联农墙、政府总部东翼的公民广场贴满挂满香港市民的诉求，强调我们没有退路，一起守护香港百分百自由。而这里也是2014年120万人参与的雨伞运动起点。这里呢，是我自己的，还有就是王之峰啊，学联啊，还有就是学文思潮，就是在2014年的9月26日，我们晚上就是一起冲进去那里抗议，就是要求这个真普选啊，这个一人一票的投票。我们在那里整个晚上，9月27日也在里面，差不多9月27日晚上。我不记得9月27日晚上还是9月28日，我们就给抬了出来。但是很多市民来支持我们，就发生了928，就是真正的雨伞运动的开始。我拿2014年的雨伞运动来比啊，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们只是争取我们现在没有的东西，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可是现在他们是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站出来。而且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我们这群年轻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民主，我们不要变成香港市。至少在2044年以前 ，Here is Hong Kong, not China, not yet。接受采访的洪同学跟高中同学一起来，尽管我们已经承诺不拍到其他人的正面，还是有人担心可能被消失，恐惧不言可喻。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了，像是今天不是有铜锣湾处长去了台湾支持红色媒体运动嘛，就是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他就是做了一些事，他当年被消失了，他不见了在香港，然后隔了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出现了。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恐惧，我们才会这么恐惧，是有原因的，太多例子了，看过太多了。
国湾书店现在已经人去楼空，门口贴上已关门跟支持反送中。为了挡掉逃犯条例修订，香港年轻人到底下了多大决心，又可能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问呢，他们很多也是觉得大概30%、40%觉得他们会有被捕的心理准备，这个是蛮高的。我说你怎么准备？他说我已经背了那个被捕的时候要打什么电话号码，那个律师是什么电话号码，他已经背了，有一些就写在脚上。我问一个年轻人，他是没有出来，以前没有出来游行示威，那他带了一个很大的背包，然后我就说里面装了什么，他说有两个那个后壁的电源，有水，有两支水，两瓶水，然后就有一些衣服啊这些。因为香港一直很多抗争，所以年轻人现在他们的面对的问题就是每天都要好像在生活里面都要抗争。我们就一直在这要求啊，因为他至少还有一点希望，而且我站出来我就不会后悔，至少你还是有尽力的。而反送中运动为什么可以从13万到103万人？其实在运动出现之前，我们香港有很大一波联署的运动，大家都签名，就是他们的签名的单位是什么，就是学校、大学或者社区或者不同的行业也会出现。那最主要的就是中学的联署，它有300多个、400个中学发起的这个联署。还有港府对牺牲者至今没有表达任何歉意，也让更多市民站出来。还有他在12号这样子对学生，其实在你说第二次的游行是很多家庭出来，还有一些老人家出来。由于年轻人出来以后被警察这个暴力对待以后，也引动很多中年人比较老年人觉得要保护孩子，这个事实上变成一个这一次比上一次占中的运动事实上是更全民的一个运动。雨伞运动就是有89个催泪弹，但是在反送中我们面对150个催泪弹。同一时间5年前的时候还没有用降噪子弹，但现在就使用了。我觉得比起5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香港的参与抗议行动的人更加有经验，还有大家更愿意坚持下去。所以我对于香港政府没有希望，但我对于香港人是蛮有希望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做错什么？对，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无奈啊，真的。就算你觉得没有希望，你还是要站出来，你才会能够有希望，而不是有希望所以才站出来。Police shot rubber bullets and 152 gas bombs against unarmed protesters. 7月8号，香港歌手何韵诗应邀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务会议发表反送中的简短演说。他批评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自由已逝。遭到中方代表两次打断演讲。13日，光复上水的游行，一位青年为了躲避警方追捕，情急之下跨越天桥，差点坠落，酿成遗憾。14日沙田游行之后，警民冲突不断。反送中在全港遍地开花，同时坚持不撤不散。